这个是牛排肉的 quesadilla， 这是我点的 tacos， 然后有点今天有点鱼类和虾类的 tacos， 昨天主要是牛肉类。现在正在走路去 La Jolla Cove， 去那边看。现在这边是一路沿着海边走。Yeah, so fat. Wow, look at the wave.介绍，这是海狮，然后这边有说不要去靠近这个海狮。Wow, look at the, oh, there's a, that's the cove. That's the cove, I see. Oh, there is a sea lion in the cove too.Yeah. For the seals. Oh. 所以这里有讲这个 La Jolla Cove 其实是有不仅有海狮，而且也有海豹。它这里讲啊，这个海狮和海豹其实长得很像，不是太好区分，但是在这一块是两种物种都有的。Yeah. 它这边有讲啊，要区分的话就是海豹不太发出声音，但是海狮会经常发出声音，所以这个是可以区分的。这里还有一个区分，就是海豹是耳朵是有洞的，而海狮是有一个像耳朵的叶片一样盖住的。
recovery. Oh, show up again. Oh, that's cool. Look at my camera. Yeah. Keep track of it. Oh, it's up here now. Okay. See that on the sand? Ay yo! The water moved it, not just it was blessed me that time. It's pretty cool. Watch out, this freaking wet. Oh! I'm scared now. I don't want to get the water. Okay. Hello， 我们到了 Jolla Cove 了，然后看到了海狮和海豹，然后声音叫声很大的就是海狮，没什么叫声的就是海豹。刚才有拍到一只海豹在这个水里面捕食，在吃一些鱼还是什么东西。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那边的落日。海狮海豹都走了，就不在这边，因为现在涨潮的时候海水能带来很多鱼虾，它们就到水里面去捕食去了。这个晚霞很漂亮。这个晚霞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这边有一些椅子可以坐一下，还有个小亭子。这边沙滩上还是有不少海狮海豹在这里休息的，它们并没有出去觅食。这个是蜗牛肉。